路行不好走，路行底盘低嘛。慢一点啊，路行底盘没底盘低啊，接着往石头。所以说五月份你看这个冰化了以后，河流两家脚着走很轻松的。OK。过去以后，我再停下来给你拍照片。走就行，你是平常有经常跟后吗？救援老师有救援了，这种冰鞋有地方，主要是化冰了，化冰了，你看怎么走？还好我们的牧马人，看到没有？克里亚古道完成坡，这个坡太抛了，太抛了，你看，好多车困在这里，哎呦，站不上来，站不上来。好，开始救援了，慢慢的，对。脚盘的作用大得很，你看这些带已经上来了，好，上来了，开始爬红土打板，现在海拔是5245。4A 这是高速市区啊，挂4L。小麦运营的是好了，可以了吧？严哥，我在前面吗？我现在是用着高速四驱啊。现在用的高速四驱，靠左边一点啊，靠左边一点，就不要踩那个石头，靠左边一点，加油！哎呀，不行，加油！哇塞，好，车队的路行又来了，你是浙江的，浙江车友啊，顶着了，快，打左边。加油！开始下山了，红土打板，开始下山。如果前面感觉石头比较大，不拔准的话，队长就得喊一下。咱们尽量做到零车损出去。上山容易，下山难，有没有这样的说法？哎。哎呦，来到这一段爬墙路了，你看到没有？这是爬墙路。靠左边，对，挨着墙走啊，回头挨左了，对，回正，来，继续，往里面一点，对，方向我们会抬紧你啊，好，先生，加油，好 ，OK。那个坡度有点大啊，注意点。可以注意点的。很陡的啊，陡，看看能不能下。哦呦，有点陡吧，双翼。不对，等我下来看一眼，下来。你稍等一下，我先过去啊。不要对冰面这么恐惧。来吧，后面的拍照，后面的，给大哥拍个照啊，过来吧。按着车就来，走那边来，左行左对走右边走右手边。哎呀，六行打滑了，六行打滑哟！这边没事，啊，你救他吗？
环打板，我们到了硫环打板了。硫环打板过了以后，你看一下，下平路河了。把一个停泊车再给你走，行进进去。这个硫环打板又下完，你看就开始走河道了。又看一下这两天又开始走河道了。这还有一箱油，我们还带着油猪啊。嗯，这一段也是乱石岗，乱石岗这一段看到了，一段的乱石头，瀑布河最难走的一段。哇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妹妹，你看这种路，这种肩杆，我这个大马也得卡住，也得卡住了。那么大的时候卡住它，哎呦，当空掉了。慢慢的啊，慢慢的，一定要慢，别把刹车器打烂了，慢一点，哦哦，刹车哦。当空掉了，啊，哦，还好哦，再当就憋住就恼火喽。对，再空掉了，当空掉了。我注意这个石头。你他妈在想什么？我没听懂。用不着了，再买个龙。看高清不就是？我妈都放那两个节目。过来看一下我这个轨迹啊，别一头给扎上没事了。没问题啊，没问题应该。这种路，到处都是零件，停车场，这种大路呢，多少？这么简单。这一段就是普鲁河最难走的一段了，之前是冰雪，结冰的时候还好走，现在冰雪化了，到时候停不住了。哇塞，最难走的这一段，普鲁河段。到时候走过这一段就基本就这里啊轨道就装完了，再往下走就应该就好走了。四分七六，这个卡住了，这个卡住了。你看这个七六，湖南的车友可以去穿越去这里啊轨道。前腰包被一个大石头卡住了，没有挖，这个石头还当空的，这个乱石岗，这个乱石岗啊，难走了。我的大马刚才在这里都要憋住了，刚才太自信了，因为怎么过，怎么走。哇塞，这个路太难走了嘛。
让前面被困住了。慢一点，轻一点。顺一点，顺一点，卡到那个了，这些石头就是逼缸嘛，那个。两个接起来，两个接起来，两个接起来。两个接起来，两个接起来，两个接起来。刚才我上去应该卡住了嘛？哎，有什么经验？慢点啊，慢点。这些地方的话，拿走吧。这乱，这拿走就乱乱是哪？摇上去。哦，是拿的皮的。5月24号，成功穿越克里亚古道。你看看我这个老马，出来以后一身的泥巴，哎呀，一身的泥巴。好，你们陪吧。湖南的，山东的，还有这个浙江的。